Oh my god！ 今天天气超级好。等一下回来，我不要看到这些海水，不要再看到。很滑顺的滑过了你的喉咙，跟昨天的完全不能比，非常的 juicy。特制的蒜味美美，蛮好吃的感觉，一口咬进去。嗨，大家早，今天要来我们澎湖的第二天行程了。早安，废物。他刚刚一度不想下来，我早就知道你的套路了。Oh my god！ 今天天气超级好。我们这次来澎湖玩呢，我们是租机车，两个人一台。我们刚骑到摩西分海这边，大家在前面停车。那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呢？因为我看到了小猪在这边躲阴影，我就跟着一起来躲啦。聪明，从那边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边哇，全部都是人。现在的状况是呢，我们决定是可能等下午一两点再回来，因为刚刚查了一下，是说好像那个时间点的潮汐会是最低。等一下回来，我不要看到这些海水，不要再看到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一间阿娟生蚝，怎么样找到阿关？阿关是我在 Google 随便乱滑，然后滑到一家。等一下我们就是先吃清蒸牡蛎，然后再吃牡蛎面线，吃起来。那因为他们也有就是直接可以生吃的，先来看一下生吃的要怎么处理，直接现挖，你看。还是我们比赛一人吃一篮。我不要。好啊、不是他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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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问题是我们我吃完无录用之对无录用啊，没关系啊，无处去啊。现挖，挖起来。哇哦哇哦哇！ Amazing！ 试一下。哇塞！很滑顺的滑过来，吃起来。晚上冰酱油。嗯，反正你今天不用吃了。直冲脑门呢。啊。嗯。哎，好吃。鲜甜感非常的入味，虽然我讲不出什么很厉害的形容词，但是直接不卖起来。大头，因为你没有吃生的，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清蒸的口感吗？我是不知道生的口感是怎么样，但是清蒸的味道真的是没有生的真的好吃，跟昨天的完全不能比，非常的 juicy 啊！对，昨天是废物，是吊打昨天，完全差太多了，这个。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吃一份的、啊，哎、欸，一份是几颗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我看起来刚刚是有十几颗，应该十几颗吧，十几二十颗，应该有，是蛮厉害的，应该有十几个。OK， 那我也要来试试看。好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清蒸的，那你吃吧。那我吃啊，贵的。哦，哥，你刚才说总共多少钱？总共才1000元，太扯，CP值超高。我们昨天吃海产店，一个人是800，太扯了。所以这边的话，我们会吃到吐出来，很爽哎、欸。所以我们刚才总共点了4盘，4盘牡蛎，1盘15个，真的牡蛎，然后三个那个俄阿米沙，对，俄阿米沙，在地牡蛎面线，嗯。重点他送我们大概快10颗的生牡蛎请我们吃，靠！而且刚刚他是说1050，他算我们1000就好，就阿沙的耶，太赞了吧！阿关太优秀了，喜欢这种在地的海派，真的推荐大家。澎湖的阿关啊，真的阿关太优秀了。吃完阿关牡蛎之后呢，在他的附近，我们来到了一间回家炸柜。目前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小用餐区，现在点餐 ING。 大柜商品，小猪你点的什么东西？双拼。双拼是什么？就它有虾子、高丽菜跟牡蛎。哦，有点像那个鹅杯的那个概念。不卖的是吧？它已经有调味。里面本身就有调味，可是你刚才好像有在加酱。辣酱。OK。好烫。你烫到这个有点。
就是澎湖的跨海大桥啦，拿到爆！今天来第二次，班长，班长为了我们来的吗？对。你家的装扮看起来超像班长啊，所以欠电的班长。犯病回去要写检讨报告。伙食兵不行啊，真的，头发。然后呢，澎湖的跨海大桥旁边就有一间叫做一家仙人掌冰，仙人掌冰40块一支。小猪的仙人掌冰，先不要想它是水果，你把它想成是天然的香精，你就吃得下去了。是芋头的味道，芋头的味道。我吃醋吗？好吃吧？有酸酸的味道，好像没有什么，没有特别的味道。嗯，吃着吃着，嘴唇都变红了，以为你插口了。刚刚骑车路上遇到了几场大雨，超痛，没有面罩，那个雨打在脸上，搞得好像在打飞梭雷射一样，超痛。经过了一场大雨之后，迎接而来的是这片美景。然后这个海滩呢，它旁边还有一个听说很不错的咖啡厅，就是这一间隐藏在海滩旁边美美的咖啡厅，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吉林村。进来看到它有很多面包、蛋糕、饮品、沙拉。看到这种美食甜点，小猪就开心了。蛮赞的，非常 chill 的景色，蓝蓝的海洋，干净的沙滩，没有很多人潮，就在吉林村咖啡厅旁边，推荐大家来。我很幸运来，就来了一场大雨啊！由于雨势太大，现在必须稍微讨论，看是否怎么调整行程。我问一下团长啊，风柜洞的部分，那我们游过去好不好？应该那个方向，游过去比较近哎。对，第一个也比较温暖，我们也不用淋雨啊。但是我们还要游回来。大雨过后，彩虹出现了，在室内里面喝咖啡、吃甜点，爽爽的一群人，好爽哦！好爽哦！好了好了，这样算你有良心。I see Americano. I see Americano. OK， 原谅你们了。为什么？我没有美式咖啡。没有，这是小猪的爱心。我们来到景点，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先买个药膳蛋。这看起来豆干跟蛋都卤得蛮透的，你看中间还戳一个洞。没错，药膳蛋买起来，前往风柜洞啦。其实这边自然景观是真的还不错，穿拖鞋凉鞋来这边走路的话，要稍微小心谨慎一些，不是很好走。所以这个就叫做风柜洞，是吗？好像有，好像真的有一个洞。这样子看好像也没有很明显洞口，就是那边一个小小小的黑黑的。风柜洞这边结束之后，我们就要先回饭店稍微整理一下，等等就要来去吃晚餐喽。晚餐时间到，今天我们的晚餐要来吃 Mercato Pizza。进到店里，感觉气氛非常的不错。二楼的座位其实蛮多的，那我们今天坐在这一区来取餐。五号。好。开稍等一下。好。好。哎，看起来很好吃。Yes。好棒。哦。然后这边是给你一个呼叫器，让你们自己来取餐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收10%的服务费。吃起来了，各位，炸小卷，它是配它那个塔塔酱，是那个蒜味什么酱，特制的蒜味
没哪一次，蛮好吃的感觉，一口咬进去。披萨来啦，这是章鱼小馆照烧酱披萨，然后这一道叫做澎湖鱼市场，然后这个是啥？云朵，这是奶油鱼，云朵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它里面好像是有澎湖的海菜。我来打工啊。快点打工换宿，楼上有，楼上有饭店，真的，我们在这打工换宿，他是第一个时间第一天来打工换宿，哇，老板夏天都会就是有这个小活动，请问有年龄限制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只要喜欢披萨都可以买。OK OK OK， 那我就安心了。待会跟楼下学员怎么按铃铛，现在马上就可以应征，马上就可以了，马上就可以了。还没回来，他去台北玩。对 ，OK， 我们是做薄皮，所以待会吃要把我们面酱卷起来吃。对，他一个个要吃进去。哇塞，这很优雅。真的 OK 吗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优雅的剪切。我想要跟好几个人、十个人分食的感觉。我想要是小口一点，女生比较优雅。哦，你看，我待会要坐下来吃，他剪很多块，我自己块。好好笑。OK， 快请你吃。啊，不用了，你们多花钱，花钱，花钱。剪完了没啊？饿死了！哪里？不是， yeah. 我总不可能剪了这样的大小，然后其他突然很大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你这一人有四片吧？啊，应该可以了。耶、yeah. yeah. ！可以开动，可以开动，开动。吃完了好吃的披萨店，我们现在稍微散个步，等一下来去找一下披萨店店员推荐的酒吧。无醉不归啊，各位！户外的环境也蛮多座位区的，周遭有一些装置，看起来很像完美的一个设备。那因为里面呢已经有客人离开空出了位置，所以店员就问我们要不要进来坐呢，我就说好了，就有冷气可以吹啊，气氛也是蛮好的。他很少见面，见过几次？一次而已。啊，敬各位的岳父啊！The next day。饭店 check out 之后，骑车大概五分钟，我们来到妈公食品，要来买带回台湾的伴手礼，跟着你们拿就对了，随便拿，随便拿，看到就拿，反正你也付钱，我要付钱，为什么我要付钱？小猪要买的炭烤片，喜欢鱿鱼炭烤的女子，买的鱿鱼丝给小花。炭烤的跟原味的，买起来。刚才试吃觉得不错的海苔酥，买起来。这边还有这种做的很酷的土托鱼风味烧，嗯，很可爱，一个招财猫的造型。在结账台这边也有各种试吃，小猪采购起来，等待结账。现买现吃最佳代表，小猪小姐，很好吃。还完机车，要来搭车去机场啦。来到立隆航空准备报到，要回台湾啦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回到台湾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